烧书啊，好厉害呀、13分钟讲完中国历史，好厉害啊！从夏朝开始讲到中华民国，然后还有讲到中共，应该是中国大陆人。很厉害呀！怎么有办法懂那么多事情？要懂都要看书，要花时间，还要能够讲得出来，真不容易啊！优秀，优秀。